我原名是文俊辉，可以叫我俊就好。俊，俊。弟弟，所以你几岁？我96年的。96年，所以我刚出道的时候，那个公司给我加了个前缀，是那个安静的美男子。哦，所以这样你是这样给我们介绍你自己吗？安静的美男子俊。没有，不是啊，不是，咱俩巧了，我是安静的美少女，对标你那个安静的美少男。忘可以忘掉这个称号吗？